奶奶。啊，那改。这个怎么卖哦？几块啊？那刚刚进啊。10块钱一斤呢、啊。啊，我们来自己种，用完。今天钱用完了，能给一斤给我吃吗？啊，钱用完了。啊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可以啊。嗯，可以，可以可以啊，你也可以啊。自己种的。是啊，那。你好大方哦。大方哦，哎呀。你好好多钱呐、啊。没好多钱啊，不是好多钱了、啊。哦，那4块钱一斤，给一、哎、给一斤给我好不好？哎，可以可以了。多大年纪了？70多，80岁了。80岁了。年糕。哦。那你给我了不怕我不给钱给你了？不给钱就4块钱啦。啊，不给钱就4块钱。这里4块钱啊，那我下次找这里过再给你啊。嗯。啊，阿婆真好人呢。你感受感，哎呦，哎呀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哎呀，哎呀，那我走了。走啊走啊走啊。好，再见啊。嗯，再见。刚才这个阿婆真的很好，真的称了一斤的菜钱给我4块钱，我们去走，给一杯钱给她。阿婆，还在这里啊？在这里哦。在这里啊。刚才那个菜是4块钱是吧？哎呀哎呀哎，好听啊！哎，你不好听吗？啊，相信你，你都给钱我啊！好，这个菜我拿钱过来了。刚才那边碰到朋友了，把这个菜全部卖给我，我帮你要了，早点回去，太阳太大了。哎呀，很好啊！哎，我很好，你很好才对耶！哎，赚多的钱啊！赚多的钱。看不见了，看见了啊！蒙蒙蒙蒙的是吧？是哦。老到怎样的？啊。总发的，不是讲我来啊。会哟、哦，你80岁了还会说普通话，很不错了。哎，你这么大年纪，这菜还是自己种的？自己种的。哦。哎，开水，养水瓶的。哦，就是自己挑水，挑水去。看运气挑的。哦，挑水去淋这个菜，全部要完。那这把胶也给我了，哎，一起一起啊，哎，一起，卖完早点回去嘛。这个篮子是你自己搞的？他老搞的。啊，老看不见的搞。这是，哎，爷爷搞的是吧？啊，可以。要在这里吧？不是不是。喝水呀。啊，喝水，这水是自己带来的。哎呀，讲究。哦，碱水啊！我讲话都是讲哦，靓姐。会讲，讲得很好。这里多少钱？称一下吧。啊，多少钱？或者是你直接说多少钱就行了。啊，不知道，啊，这个就去看。啊，那总共给多少钱？合适。你就得说啊。给你。给10块好不好？5块。啊。那我送2罐这个莲藕粉给你吃，这个莲藕粉呢，用开水去冲，啊，这个有一个杯子啊，这个用开水冲，当早餐、晚餐都可以的。啊，祝你健康长寿，那早点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这里啊有200块钱，你这么好，送200块钱给你买点东西啊，你自己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好不好？哎，没有那么好啊，哎，好我就好。没关系，孝顺老人的嘛。哎呀，您这么好啊，也是个缘分啊。来来，在这里的吧。不谢，在这里干。赚多的钱。干好钱，赚多的钱呐。啊，好的，那你早点回去了，帮你收了，好不好？卖50年菜啊。卖了50年菜啊。嗯，在。在这里都外都50年，哦，一年家里都20多年，哦，走了量都种菜卖，没有做过其他，走来量昆西都种菜卖，哦，几个小孩呀、啊？三个小孩，你还这么勤快？哎呀，我知道，嗯，你不知道我家里出了他们，想的那样难。哦，很辛苦。哦，不哭啊，阿姨。
健康长寿啊，好好的。好，来大家。好，你收一下，收一下，回去了。谢谢你啊。啊，不谢。有机会下次再过来看你，好吧？好。早上几点钟出来的？六点钟，六点钟出来了。六点钟出来了。八点钟，六点钟就拔菜了。两个人吧，两个老东西吧，两个老东西吧，感觉都是老东西了哦。哎，十多块钱了，卖不到钱哦。二十多块钱，三四点钟就起来了。一看一看哦，也挺多的。啊。在这里啊。啊，不谢啊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我第一次好了，您在这里卖菜啊？我是外地过来的，就是钱包掉了，手机没钱，您能可以借两块钱给我吃包子吗？你愿意借给我？愿意。哇，两块钱够了，就够了，够了。你怎么你我买多一点了？你不怕我不还给你了？我不怕。五块钱要不回来，你没有钱没吃饭呢。这样子啊？哎，哎呀，你真好。困难过来了。你也困难过来的，谢谢你啊！先吃个早餐先。你好，阿姨。哎。好不好卖啊？没有什么好卖，刚才要这么多啊。啊，几点钟出来的？那很早出来喽，几点？哦，是这样子哦，我刚才碰到个老乡啊，然后他给了钱给我了，啊，所以我这个两块钱不用了。拿去了。哎，要你老人家要还给您的，你不认得我怎么会这么好认识？你不换呢？啊，这样子，什么东西啊？这韭菜吗？您这样，我那个老乡他要我带点菜回去，你把这个全部卖给我吧，早点回去好不好？哦，好好好。啊，你帮我称一下，这是多少钱一把吗？两块钱一把。两块钱一把，十一把，二十二块钱。啊，好好。阿姨，您多大年纪了？八十岁了。八十岁。十二年，十二年，好健康哦。健康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羊肉来的。哦。一块半。一块半一把。两斤三两。不是，十五把。十五块钱，这里总共二十块钱全要了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卖完你早点回去。好好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哎呀，阿姨你真的是大方哦。你好啊。我算一下啊，十一把二十四块钱。哎。啊，加这里七十块钱。啊。那现在是可以回去了吧？啊啊，谢谢你啊。不谢谢。嗯，谢谢你，这么好，光送我啊，光送我老家伙啊。这样，阿姨，这个东西呢，我就用不上啊，我这个给回你。哎呀，哦，给回你，你今天就不买了，下次拿出来卖，好不好？啊，早点，今天就早点回去。来，感谢您的善良。谢谢，不用了。这一百块钱我送给你买点东西，你看自己喜欢吃什么，买一点什么，好不好？这么好哦，谢谢你哦，这么好帮助我。来，拿着啊，不客气啊。再送两罐我们家的那个莲藕粉给你，这个呢是用那个开水啊拿来冲的，当早餐晚餐都可以的，送给你老人家啊，祝你健康长寿。啊，好啊，这么好啊，谢谢老板了。不客气，拿着啊，回去吧。啊。
好的，祝你健康长寿，新家啊，再见啊。慢慢你要照顾自己。